哦，对，啊，大家看是不是跟这个一样？对，对哈，你中的哟，对，我现场中的，你怎么会刮到？我也不知道，哎，来等等，三多少？给他五三百万啊，三百万，对，真的，你运气，你以前有没有中过？没有，我只有中过发票二奖而已，最多了，这是第一次。你是说是要中？你觉得不会中？我以为中三万，他说没有，三千。三千？你要跟那个合照，我帮你跟他合照。啊，你真是太幸运了！你刚刚刮中的时候，你是以为是三百块哈？我以为是三千，因为后面是点零零零，然后都是他刷不出来，然后就说是大奖。那你们是多少钱买这三？我们才花到三千块啊！三千块，对啊，三千块就中三百万，那三百万怎么？你打算怎么花？然后去买房子，去买房子，对啊。